部长，那个因为你刚上任哈，那但是我对你的印象不是很好，就是说上礼拜啊，是我为了观光局的有一个花东纵管处的一个人事案，非常优秀的一个原住民呐、啊，在花东纵管处已经服务了20多年，啊，有一个职务啊，想要帮他推荐一下，那当然这个是不需要打到你办公室，但是本席还是打到你办公室，请你打回一个电话给我。等了快4天还是5天呢、啊？你一通电话都没有回给本席，啊！但是公安局局长谢局长有打电话来，但是从这一点哈，就看得出来说，这个部长你知道吗？上一次嘉应化院长啊，他是希望说你们部会首长，只要是立法委员打电话有什么事，当天一定要回电，啊！那我觉得说这个毛部长。对你们是不是太袒护了，还是怎么样？这个大概我疏忽掉了，因为一忙大概就忘掉了。说我你最起码来个电话说，哎，是怎么样？其实不是你管的，啊，谢局长是有回电了。那我是说，我们一个原住民的人才，在花东纵管处，那我帮他推荐，啊，是要拔擢一个原住民嘛，表现非常优秀的。